好看，这么没有朝气啊！向天开气嘛，可以争气一点挑战。对，我看我今天的队友，我都觉得感觉好废。干嘛这样？我感觉我最有动力的宇轩怎么没有来？宇轩感觉比较强。我们今天是台球，对，不是台球。宇轩，宇轩台球，宇轩那么小只，我觉得再怎么样比宇轩好吧。宇轩，宇轩现在被我认定成是我们节目最废的废咖。不是我人设是吗？我人设。然后他刚刚说他想要在我们节目找到他擅长的东西，球类。嗯，那我们节目可能要录个十年吧。陪你走十年，排球，排球就是我今天走到人生的巅峰。你有打过排球吗？我是体育课打过。谁体育课没打过？打了，我还跑过步哎、欸！我跟你讲，我这个身高可以杀球哎、欸！啊，真的？你会杀球吗？那你杀一下，杀一下。是杀啊，那可以。你确定脚怎么了？不，你确定这有暴力？有一种很像滑溜的感觉耶。可以，你可以滑一个脚，你要这样怎么滑？你要劈腿可以啊。我觉得好像有点怪怪，有点不妙。你有打过排球吗？我体育课有打过，是不是？啊，你们两个接一组。对啊，我也是。你打过？你打过？你也是体育课？你打过？我要打走开，我一个人打不赢。你以前打过排球吗？不是，不是。欸、我以前蛮爱打排球，有一阵子，我就打排球过，就是以前我玩过，可是这也是至少会发十几年前的事情，十几年前了，是不是？十几年前就别拿出来说了，我有点不记得排球长什么样，什么颜色啊？就是那个五颜六色，白的吗？蓝蓝的啊，黄黄的，就是有点你知道，有点慌张。可以不要聊这么久吗？教练好。教练嘛，对不对？教练就叫教练嘛，你有一些英文名，比如说 Ashley 或是 Ashley 啊，是 Elsa， 就是教练嘛，你可以叫我牛教练就好了。牛教练，牛教练 ，OK， 靠教练。要英文，要教练，要用教一些英文名字会比较。是用找比，没去靠教练可以，你们等一下练一练就会说哦靠。讲话，可是我搞不好是里面最认真的。给你介绍本队的废咖，就是他超级废的。教练，他连投篮机，他投篮机一颗红进。教练，他说他会投篮机赢你哦，要请看回放。想了解他们的恩怨，可以看这一集。欢迎你们来到台北精华。然后台北精华是一支企业联赛的女排队伍。那我们的选手就在你们身后。那现在看到的都是甲组选手，还有中华队的选手，几乎都在这里面。太厉害！我们的程度，你拍一些，你要甲组来教我们。那你们先回去，我们这里没有非甲组。尤其教他教不耐烦。要是突然发现我们今天某一位可能有那种天奇才，奇才的话，你会考虑把我们纳入你们队伍吗？会，马上就纳入。你们有年龄限制吗？也没有，打到40都可以。哦，有机会。你这个糟糕了。好不好？我们等一下有小队长，然后我让你们两个就是有被抖内的跟攻击很好的一组，然后你们两个高个子的一组，我们等一下就是天龙跟第五的组合。Gonna turn this mother out. Let's go crazy. Boy, better bring out your A game. I already told ya. Nothing else is good enough. I'm tired of hearing the same thing. 这个平衡感不好，没办法。发球不错，脚用力踩地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一直都是对的吗？
这样子。对对对，然后脚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记得要往哦，要往下掌，菱形会变垂直哦。这样子。对，然后。我怎么会穿长袖的我买你流好多汗啊大概再撑个三年节目没倒我先倒OK 等一下我们要上今天的第一堂课我们要教第一首就是所谓你们所谓的接球那大概知道排球怎么握吗就会呈现一个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然后做一个很像三角形的方式等一下我这个是基本的手型记得肩膀要夹手肘要靠近没有到很靠近 哦没有到很靠近没有关系因为它主要要形成一个平面能够让我们像板子一样的击球脚会呈现与肩同宽但是有微微前后脚感觉左脚右脚都可以然后会去做一个跟击球做推灯的动作学两种发球有低手发球也有上手发球 OK 那我们会先让你们试试看低手跟上手我们再来决定等一下的比赛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方式发球好 OK 简单来说等一下低手发球的时候会有一点侧身的感觉比如说我要把球现在往前发右手的大部分会左脚在前面右脚在后面形成一个前后脚然后抛球的时候记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是它必须要离手球一定要离手以后发球不管是低手或者是上手都得离手不能拿着以后发球微握拳然后等一下在球撞击的地方会是手腕跟大拇指下缘的这一块地方对去做撞击不会在前面不会在手腕会在一个手腕衔接处的地方 OK 那等一下呢抛了以后双手抛也好单手抛也好身体会做一个前跨步就是刚刚左脚在前面有做一个前跨步是给身体给手一点力量去撞击抛手发球好轻盈哦等一下记得有几个步骤抛球前跨身体要给力量第二个手要挤到手腕这一个衔接处的地方 OK 三个动作一二三那手是先跨还是直的还是弯的啊同型吗来尽量有一点的直的这样子尽量是直的比较好因为其实弯的话其实手肘还有手腕会施力点会比较容易受伤因为它两段力量好对因为弯的会比较所以尽量请你们把手伸直然后去做发球好记得抛球前跨身体对协助前跨抛球前跨然后撞击好眼睛要看你手打到底好有有现在在饼往上折来下一个完了我知道你不该第一个我想说去了有
要自己敲。对不对？没错。抛球，前跨撞击。我压一个大。不对哦。我们现在来做上手发球。你要上手发球，你有几个口诀？前两个是一样的。抛球，抛球，前跨，前跨，对，敲，没错，撞击。刚刚的撞击是髋关节处。前跨撞击是手面，是手掌，是掌根哦，也不是手指哦，也不是拳头哦。OK， 好，我们要做什么撞击动作？抛球、前跨、撞击、前跨、发球。哇，好难哦！这好难，这好不好？好，我们试试看。哇 ！OK， 好，我们今天好好练，来，我们教练。哇！球的力量会跟着，所以现在上手发球感觉会更稳。那我们没关系，我觉得两个发球至少你们的低手很稳定。然后我们等一下练习的时候，低手跟上手我们一起练。好，我们试试看。很重哎，这是正常的吗？对，过三哦。好的。好的，对。过了三颗嘛，他已经过了 N 颗了，真的。啊，他怎么还是不行？因为你们要比赛，他还要看胜负欲，胜负欲看。你加油，到我们是我们班的，没关系，我们有他们。我今天通告费要 double， 我今天打到三倍走。对啊，整个肿起来哎，对，三倍财库哎，打黄。
有我有我有，好可怕！哎，教练，教练，女人害我，女人害我被迷。那我们等一下在开始训练之前，我们先讲解一下，攻击到底要怎么攻？那我们分为几个部分，有手拿起来击球的动作，那更有步伐，什么时候跳，几步跳，那这个就很重要了。OK。然后第三个会比较难，前面两个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上手，击到球，把步伐跳好，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球在空中的时候，怎么样对准，什么时候跳，手什么时候挥。球为什么我跳起来球还不掉下来？这个空中的感觉会比较难一点。球起来的时候，左手要对准球，瞄准准心。OK， 他在这，你左手在哪？这边。那我在这。在这边。准心的概念。对，球在哪？就会对着他。球在这呢？对准他。对，看清楚哦。好，来。来，再试一次，来哟！有可以，有点掉下来，有点，来再。球垫起来了，跟刚刚训练一模一样，尝试着去攻击，你们一定做得到。所以发球跟攻击去尝试。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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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
奇怪莫名其妙的比赛。其实我觉得你们今天真的打得还不错，在今天真的整天的这样训练下来进步蛮多的，而且其实对攻击还有接球是有感觉的，只是可能因为真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其实你们都知道开球，很可惜在发球的时候没有把训练的那个在比赛中发出来。刚刚的比赛最后就是一个小的总验收嘛。那其实，在刚刚比赛的时候，我有发现思雅，你今天是今天 MVP。真的哇！为什么？因为其实看刚刚的比赛影片，有一个发球，你也是冲出来就直接把球打到了对面队场。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一喊攻击，虽然不是你的球，但是你听到攻击就好像有个指令一样，就是攻击，老虎底线就会冲出来，充满了攻击的那种欲望感，这就是排球其实他需要的。所以其实今天主动的 MVP 就是颁给你。好，谢谢大家。是抢球，他接下来就会把抢节目抢棒，抢主持棒。没有，先跟你解困，完蛋了，好吧？那既然这样，但今天还是练了一整天、啊。对，怎样？有礼物是不是？我想说，就是在比赛完以后，也要谢谢你们各队的小队长们，然后让他们一起来跟你们，就是互相说声谢谢。OK， 谢谢你们。放松，对啊，谁知道那么早起？把你绑在扶梯上，我们直接睡一个小时。可以在板上睡。那依你出睡吗？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暂时好像没有赢。这是我们 ACP 专用奖，它是一个单面奖，像你有玩过独木舟，你就知道独木舟它是一个双面奖。跟 ACP 一样需要保持直行，但它变的是滑完左边能够翻右边滑水。那正常的海况，正常的风的状况之下，会是左边滑完两下之后，接着右边滑两下。滑水过程中都要让桨面、扑面朝你的正前方，不要去做到改变。前面的坡度会是你的身高加15公分左右。直径80，尊重一下自己的身高。多高啊？跟你身高一样啊？一样。是身高加15公分。身高加15公分。记得滑水的时候，我们有分两个动作，前进跟后退，就是正桨跟反桨。当我们在滑正反桨的时候，正桨我们先让桨面触水，你记得到一定，懂这两条线。那尤其往后滑水，这动作叫正桨，它本来就要前进。反桨它由后往前推水，这动作叫反桨。这样子前进后退都会了。大家记得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尽量把我们桨垂直水面入水，也尽量的桨面行进路线，让它是画直线的，比较容易让你的板子保持直行。好，那我们没问题了。好，没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先翻救生一个。好啦，终于来到这片田地了，大家。可以吗？好。他们想要在桨那个海边先拍个照，等你。我们可以下去了。不用拍了。没事，那我把救生衣带。你把救生衣带到桨上面再穿。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再穿。对。就是至少安全的地方穿好。假设我先测落水了，我桨也掉了，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快的扶着我的桨往返靠。但是你们发现都会有个凹槽，这个凹槽我们把我们双手勾出去，试着把你的脚往后扶上水面之后，我们把我们的双手往你下腹的位置拉，让身体至少一半以上上板。接着我们就压着板子，脚不踢水，身体转，人就可以上来了，交通哦。好，你要多说几次，你们一定会越爬越顺，好吗？好。
这边我们再看一下怎么去做到比较平稳的上板。上板之后我们还练习站起来，站起来之前记得我们都先让自己是跪着的状态。跪着之后第一步把你的臀部支开，你的脚跟让身体自然举起来。举起来之后我们拿着桨顺势的把我们手重心往下放，重心往下放之后记得重心不是往前，重心不是往内，还应该像我们在做俯卧撑一样，重心是往下的。再抬稳我们左右脚，记得把你脚踩在凹槽的左右两侧，那边是最稳的。也记得脚掌尽量的拉抬平行，不要踩前后脚。踩平行状态之后，拿着脚由下盘量把地撑起来之后，两件事情我们不要做，这样不要举着板面，拍照的时候可以相拍。好的话，我们试着练习站起来之后，先跪吧，然后我就把你的先跪着过来，垫住臀部，压着，看我们脚跟不要伸直，然后身体板起来，踩在洞旁边。这边往那边滑，跳，这个松掉。没有没有，那边跑掉，它一样。不是那头那头，对，往绝对有后，对对对。你那个要插进去一点，因为你在空滑，你要插进去一点点。但我觉得我讲了太多。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站着的话，你就要扶到我。外国的朋友，你好。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代板上感觉怎么样。我相信大腿都够大了。滑水的时候是一样的，把我们的双手都是打直的状态，推出来之后，顺势的用脸腹部往下压，把桨带出去，用脸身体做每一次的滑水，往下压，膝盖回蹲，握力吗？今天比较感动。转弯的时候，尽量用手脚做平面旋转。一个动作，还规，这里在你脚下。那个，你的啊，两点钟。好可爱哦！来，各位朋友，我们认识一下这样板子，所以我们连一下。是的，用自己的脚，我要快一点，我要快一点，我要快一点，
的，我们只要叫住一下风啊吹，我们辛苦在板上临摹出这样风啊会没有？如果你刚刚会左台右台之后，我们来认识一下板子四周的重心。等下我们拿着脚，让鞋子在板上顺时针、拖逆时针的转一圈过来 ，OK 吗？顺时针、拖逆时针都可以，好吗，各位朋友？不记得，你不能想到。撑住啊，朋友！转一圈了，转一圈了。还好，不要往下看，真的没 OK。各位朋友，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不要往下看，各位朋友。对。很好，很多都走了，各位朋友。拿这样，拿这样，比较平衡。看就不会落水了，我动不了，教练。动不了，马转弯。可以，你要转弯。加油，马转弯，马转弯。不要看前面。看前面，来，各位朋友也转弯了。转了，我转了。来，回报。谢谢你，好了。别跳走，跳走。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板子前后的重心，我们只要拿着脚，一直往前走。走到你真的觉得疼的时候，我再往回走。好，一样的，我们走到板尾的位置。对哦，各位朋友，记得踮脚在板子上，灵活肌肉可以移动，很正常的。走的过程中，各位朋友记得重心不要往前倾的走，不要往后过头。往前走，不要重心要压低吗？我们往后走。好可怕，重心要压低吗？没有，我有转头。哪有？我真的有走，你看我有走啊！教练，你看我在走啊！往后走。教练，我走到这里。老师，你赶紧关心他们。教练，我越来越远了。教练，教练，你看我真的有走。走快一点哦。教练，我真的有。教练，为什么我一直被吹走？员工应该吹哦。来，这个外侧的朋友。先走来，走回来原本的机会哦。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休息一下。好啊，好渴哦。往前走。啊！往后走，往后。你还没有走到前面，人家走到正边呢。我的背在前面，走到那里了。老师叫做偷懒的伙伴。没有，我们准备好坐一下。好了，好了。电动车是可以倒立在板子上的，好吗？是嘞。哎，秒黑耶！啊，对，可以秒黑的。来，各位朋友看一下。停一下，我们先试着让我们的背部先做到放松后，记得脚踏平，把你身体往下压，我们先去放松我们的背部，可以吗？看自己的肚子。对，好，把双手往下拖，不要耸肩，各位朋友，不要耸肩，然后膝盖，来，各位朋友，我们不再做自己的话哦。哎呀，哎呀，看自己肚脐。肚脐谁啊？看我屁股现在。啊，对。脚是垫脚吗？垫脚。脚不是垫脚，脚不踩踩平。踩平啊。我踩平。我踩平，我摸不到地耶。没关系，可以再往后踩一点啊。哎，很好，那现在可以缓解一点，不是长这样子。会吗？连这个都出问题没有？来，没关系，各位朋友。教练刚刚说，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他们收不到了，好烦。真不错。请问那个鸳鸯在干嘛？我要在你后面。我们做瑜伽，记得怎么记都不要想让力量不要拉伤，好不好？好了，各位朋友，我们等一下用比较稳定的方式做一个手势，所以等一下一样是跪着，跪着之后我们的脚一样用不上了。把我们的双手放在膝盖两侧之后，我们伸出你其中一只脚，记得这只脚脚掌朝前踩。另外一只脚，我把重心往后拉，踩在一直线上 ，OK 吗？好。
所谓一直线就反着中心线上。接着，台湾设计的这个金门大越拉越开越好吗？顺势把捏手，五八往上移，让自己的躯干是直的，好吗？好，各位朋友，动起来了啊！核心朋友，核心。哎，很漂亮，你别太美。摔得蛮自信的朋友，来尽量筋能够多开，我们脚能多开就多开哦，各位朋友。后脚稍微往内移，后脚往内，可以靠。现在你的脚很好吗？紧绷啊，我筋很紧。抬头，把双手离开板，慢慢的让。好硬哦，我的腿。对，朋友，记得起来之后，膝盖要继续保持弓箭步，各位朋友。它不会站起来，各位朋友，膝盖要继续保持弓箭步。慢慢的把躯干拉起来，用下力，对，躯干拉起来，躯干拉起来，来，先拉直，很好，再直一点，没有，没有，完全不太一样。我这样子吗？这样对，这样对。哦，我想到我要休息了。啊，终极的笑，我们今天把再开。哎，你完全不帅耶。完全不行，朋友，你这跟早晨的爬坡好没做出来。朋友，你完全不对，朋友。前脚弯，拉后脚筋，腰毛对，然后手往上，对，对。哎，好过了，朋友，好过了，好过了。伸直，两只小平行，伸直，伸直。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朋友，记住了。还有，还有，还有，朋友，你们都做到，接下来我们最后的动作就好。好，这个动作我们做。我们稍微离你过一点，因为在航道上了。拍我，拍我。开心吗，朋友？好，继续折之后，记得我们做数字的时候，把我们脚稍微踩近一点，踩在凹槽左右两个之后，我们躯干打直，慢慢把你脚，你这只脚抬起来，往前抬就好，我再把它放进来，还要大腿内侧之后，把我们手慢慢往上移 ，OK 吗？就可以了，好吗？你好轻松哦。啊，因为刚好我是教练。来，把你脚，我把稍微有点并拢到凹槽左右两侧，把你的膝盖给它打直，打最直。记得平视正前方，绝对不要往下看，慢慢的把你脚双脚往前抬，抬完之后缩到膝盖脚大的内侧 ，OK 吗 ？OK。OK 吗？我抬不起来。慢慢的，放，脚掌放，另外一只脚放，这个是说，再把背也可以，可以吗，朋友？应该是能够最能够看够接受的。在海面上好难哦。对，它需要更多的手机。脚掌。还行吗？我要脱裙子，还是裙子有问题？嘿，有问题，快要去知道。
了。我也觉得是。好，我们来接球。教练，你看我。睡那一位，划船机划到睡不着，好不好？睡不着，好，我们一起这样。
OK， 走。耶、yeah, ！夏天到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可以去躲太阳了。哎、欸，夏天到了，我虽然很开心，因为可以玩很多水上活动，然后也可以开始潜水了。但是太阳真的打咩啦，太大了啦。哦哟，真的很讨厌耶，太阳小一点的话我会很开心。玩水就是要上太阳。是这样没错，而且今天呢，我今天要来玩，就是我一直很想玩的那个丽江划船跟独木舟。我跟你讲，我超喜欢，我每次那个去国外你知道吗？因为之前是国外很流行，然后我看到他们站在上面，然后拍那个美照。我有带我的网美经纪人来，他一定可以帮我拍出很漂亮的美照，光想都觉得很好，开心，还可以在宜兰就是吃个晚餐。哦，天哪，这个就是一日 vlog， 好幸福的一天哦。哎，你看滑完，然后吃个下午茶，再吃个晚餐，不错不错不错，真白日梦。滑完马上去补充体力，教练我来了。哎，你们好像该出发了吗？有点早哎、欸，我们不是约明天早上四点吗？屁啦，谁说明天早上四点？真的、啊，我跟大卢说，我们约明天早上四点，真的、啊。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们是约今天早上，Hello， 我今天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就是要来这边划船，因为他跟我讲说我们是约十点半，好吗？我们中午以前把船划完，然后直接去放中饭。这样子，那大概是明天划完的时间了。屁！我们真的是四点，因为要去看日出了。对啊。当初电话讲的是看日出的。你跟谁讲的？我跟大卢讲的。大卢，哎，我记得我有说。大卢，你为什么没跟我讲？我记得我有。有什么问题？我记得我有讲。你是不是度假度到记忆力不好？你整天在那边跟我放假，然后又不把资讯传达正确，你有病啊！我跟你讨论一件事情。真的太早了，反正你现在没事，对不对？对啊。你现在没事，那我们就。Hello, one by one, 去丽江划船、oh, 我加你两倍的薪水。好、啊、那我们现在认识装备。划船我加你两倍的薪水。大卢出哎、欸。那我先跟你讨论，认识完装备然后去划船和独木舟然后放饭、嗯、然后可以吗？放饭可以啊，然后我明天早上再来划一次。没有，明天早上再来划一次。谁跟你说我明天早上再来划一次？点教练今天都排满啦、啊。他没有排满，我告诉你，我人很好，我可以 join 加入你的班，就是如果你那是二十人、十人，等要带团的话，我加入，我跟他们一起 VR family 那种感觉。那就加入一起整理吧。救生衣基本上就是要从海边回来，我们专门潜水嘛，海水不能，所以我们要先过一次淡水，然后过完淡水之后就再压个两三下。基本上就 OK， 之后就可以把它分装到我们的篮子里面，然后我们就会到后面去晾干。我们又来一批了，又来一批了，来加油！好，好，来救生衣帮我先放这边，把它放到好多、哦。好，我的装备丢水桶这边，把衣裳、口袋东西拿出来。风吹来地上，落在悲伤的眼底。谁能看出我在等你？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收帐篷，来，我来了，帐篷达人在这边。哇哇，我被吹走，我被吹走，哇哇，我被吹走。你们自己从上面拍哦。坐到一下吧，还是就这样？我们。下。用自己来救。没有，我刚好自己救自己一下。
今天收工，回去休息，就等明天来划船吧。太开心了，收工了。我们来领装备哦。来这边有我们的救生衣，然后还有我们头盔，然后就各帮我拿一个。然后我们在中间这边上课吧。终于标准时间，跟大家对一个时。到时候一传他们会一个这样的。444效应。444。你知道444效应吗？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看时间，它都会是444。我忘记它有个专有名词。现在是在这早上，不是下午。现在是4:44。天哪，3点就起床哦，我想要去海边。然后当我说上船的时候呢，马上就用你肉最多的地方，就是屁股跟大腿这边，好，直接坐上去。坐上去之后呢，马上把你的脚放上来的时候，麻烦帮我把桨啊稍微举高一点点。哦，对，因为如果你放这边的话，刚好我头会在这边，我就过去啪啪掌声，然后教练就浮在水上了。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海上啊，我们有那个橡皮艇，好，我们靠右边这边有两艘比较靠近的，有没有？就是滑到那个附近的位置。好，等我们一起集合好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出发。哦 ，OK 哦，在位置旁边吧。好了，对啊，我们这里往个两下三下，让它往前 ，OK。前面啊，反正就是跟他们集合就对了，对。很会累耶，累。三下。哦，三。我发现它好像不能停歇，它才会比较快，对不对？啊，它好像要一直滑的快一点。右三下，右二三，快到橡皮艇了。左右左，还是左，再左一次左。你看他们，等下会就是。可以盘腿，然后也可以坐，就是通常就是这样子滑久了会酸，然后就换盘腿。在海上哎，赶快拍一张照哦。在海上拍照，其实你可以先自拍一张。我已经自拍很多张。我请俊逸先去接驳那两位要。是第一次玩吗？其实我在那个。你先就玩过了。对，我在布拉，不是布拉格，我在马来西亚玩过哎。哦。那我们要先走吗？还是？好啊。先走吗？可以，那我们要出发了。那我们第一个目标，我们先船头有没有看到山上那个海军的基地台？有。我们船头对准它那边，然后我们慢慢的往前吧。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晕啊？你才刚开始。那你们先走，你们走。我发现好像动快一点，它是不是才会直直的？对不对？右，左，右。左，然后等他一下，可是应该不动吧？左，再左一下，右，左，再左一下，再左一下，右，左，左，右，右，再右一下，再右一下，左两下，左。再左，好，右，
蛇，呀，蛇，呀，蛇，呀，蛇。心累了，对不对？累啊，有事你这个风凉人。我是关心你，你上面靠教练坐船呢、哦，不可思议耶，史上最偷懒哦。哎呦，好轻松哦，教练好可怜哦。加油，加油，加油！你那边风凉话大师，讲话你干嘛？我没讲。那你就 hold 住我的船，把我的船拉着。来，水在后面。这位风凉话大师。完全没有划船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看你划船非常的欣慰，非常的感动。其实你们要在这个角度里站。你们船进水了耶，该不会是前面这位大哥的原因？没错，是的。教练点头。是的。教练，你们船进水哦！天哪！我们泡在水里。好可怜哦 ，Oh my god！ 身体坏掉的。是不是先喝个水吗？对，我的是水，里面有吗？没有里面完全没水。你没有丢进去，完了。我刚刚有带一包啊，是龙贤那包哦。有可能。那等一下他帮我们把水可以丢上来。可以，不管怎样都让我们丢吧。谢谢教练。教练意思说交给你，他没得喝。里面还有一个水。真假的啊？那木远，这个先帮你准备好了。好，谢谢。龙贤竟然把水带走，好累哦。是放错袋了，应该是放错袋。放错袋了，好累哦。就不要放那边。那还可以滑滑。哇，超美的，你看。你没有划船是可以好好欣赏。特别特别，对，我们看起来好酷。真的有一种那种就是好像回到越南的感觉。越南情缘。对啊，会比较超漂亮。好，晕喽晕喽，开始晕船喽。如果我们这样子不动，是会漂回岸上。今天还好，今天没什么。啊，竟然不会漂回岸上。但是你应该会比较晕。真的蛮晕的，我觉得好像不能停下来，又会晕哎。接下来好晕哦，好，左，右，左，右。走，怎么走？哎呦，走，腰，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累啊，还是因为平常有运动有差。他有运动啊，拉队耶。有，因为我昨天一直被威胁说会吐。是真的，没有，在右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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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左，右。在左，在右，左，在右，右，左。我手机给我啊，想霸占我手机哦。停下来会晕呢。那边等下会等。那边会等吗？现在他们慢慢穿呐，所以也不然就前面那边等了。好，那我们到前面那边。那我手机有。我们要放一些关于嗨 party 的歌。你要放嗨歌吗？左，右，左，右，
哟，高启明哥好开心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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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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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左右，左，八的，快了快了。对啊，我们登陆之后就会有地方遮阳了。好，消息是等一下我们是被拖回去的，所以没问题。吃冰。沙滩有吃冰吗？没有，这是一个无人沙滩。那一定也太辛苦，还要摇船来。来这边。好，对。今天只有两组客人。你现在这边卖一碗，卖个100-200都会有人买的。真的，迈向终点最后一步。我要进去冰了。来，左手多一点哦，我们要从中间那个缝进去。好，把水手捡起来，我们带回去丢掉。原来你是为了捡保特瓶？是环保手捡。天哪！这是现在是。最有爱的艺人啊！一带路形象要破。很累的样子吧？没有想象中累啊！这不是我们这一集之前的目的吗？可能因为真的做过很累的事情，对，我觉得是真的还好，觉得是很开心。困难指数大概30%的，对，我刚刚也是30，满分10分的话大概3，对，这么轻松。对啊，你要不要滑下？为什么有摄影师不动啊？摄影对啊，怎么会这样？因为他的船淹水了。你看，而且他明明没有划船，他刚刚很热，我也是不懂什么意思。对啊，我看他就呆坐在那边哎，到底是轻松哎？我觉得这比跑铁人更略轻松。一开始本来讲说我真的好像是困难指数算是蛮高的，因为他们一直威胁我们，就很累啊，真的，而且还说会吐，我现在也觉得。那我们等一下刚才说我们就是要再滑回去，就不拉了。不是因为拉拉队他们体力就很好啊，对，然后。没有，我觉得只要有运动，这个都不太会太困难。太困难了。可是真的时间很长，你中间一定会稍微休息一下。但是我只能说，超棒，因为多少？对，但我只能说超级棒，是因为你在海上，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滑快，它自己会飘。对，你就滑一下，可以休息个一秒，再滑一下，就是不用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一定会很累。对，你就不用一使蛮力这样子，就顺水。没错，然后你就慢慢的，然后你累了，你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其实还 OK， 喝水。其实我刚刚一度想要开饼干来吃，然后但是我看他在前面滑还有点认真，而且不好意思，而且不是后面是指挥吗？我跟木言认真，我跟木言的对话从头到尾，左右左三下，再一下，然后右两下，再一下。我本来在后面想帮他偷录影的，他说不行，要太认真。我明明是前面，明明后面是指挥的，为什么变我来指挥？没有想说你做得很好，就这样。这样子哈，然后别放到丢那个，先丢地下就好。我先放。
反对。丢哪里？我傻眼。这是在那是你的大乐福包。你应该在最下面。大脸那边的他说漏在那个。拍照。他说冲一下。不要抓走。浮鱼要洗，然后还自己把手机掉下去。对，手机要拿出来，我傻眼。我原本以为很累，可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心理作用，然后真的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还好。我觉得我等一下大概。但对他们来说应该是累的。对这三个人，有看到他们的汗吗？对啊，问大鲁，大鲁感觉还不错。大鲁还不错，因为大鲁全程没有在滑，所以我会觉得说，所以你是说那一段海域大概平均是70%的人才可以自己滑完5公里哦？哎，滑完对，差不多60-70%的人他可以滑完，但是滑完的通常都会就是累了半死，上岸就是直接躺着休息这样。你看，有这么夸张？上岸可以玩水，代表我们。Hello， 我现在可以冲浪好吗？我们甚至可以，我现在 right now 就去当消防员。我是下礼拜不是要消防员，现在就跟我去消防局。没有问题。好吧，那既然这样子，志工当然想要整我，结果没有整到，真是好可惜哦。可是我觉得我们也算蛮有默契的。对，而且因为你带领的很好，不是说好后面的才是那个船长吗？不是说好后面的船长吗？就带领的很好，就从头到尾跟牧野在船上对话就是右左右右左左左三下右三下，是一二，不知道是什么的概念在进行。对，可是我有觉得是不是喊口号会比较顺？因为我远远的看其他人，就是这边滑右，这边滑左。對啊、常常打架就对了，如果就是有喊出来的话，你们会比较好去控制那个船的方向，我们可以比较好配合啦。就是两个默契就很重要。那如果默契不好的话，其实这条船会真的会很难前进，是的，或者歪啊，或者两人三角的概念啦。真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节目可以变成木想天开，就是林蛋想天开，真的没有办法。我跟林蛋默契普通，真的假的？真的，我觉得经过这一次，我觉得我跟你的默契好像比较好。我们还是我们年龄差比较小啊，还有因为我们同天生日啊，可能对，我们同天生日，10月9号，而且我发现我们太像了，很多东西是想送礼物的话，就可以寄给小天开。自己穿在那边讲，好啦，那下一次我会去哪里？就是以后寄礼物的时候，都要记得多寄一份。对，木也要一份。经过这一次之后，我会觉得他马上想整我，没整到，害我很担心下一次呢，到底会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次之后，我对你蛮有信心的，因为母羊座本来就是一个蛮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很有冒险精神，很敢去做的。是啊，可是有些事情做不到啊。不会，像是拍写真集，我就做不到。写真集，他们一直想逼我拍写真集。说真的，我出写真集，来，进来，我出写真集，对着镜头说，你会买一本吗？买10本。哇！有10本售出了，我相信在整个厅应该都会买嘛。谢谢大家，我出写真集，大家要捧场哦。加我的。耶！不是，我们就是因为知道你，自从我们进来之后，你就一直超爆气，动不动就爆气。那你还是很多烦。没有，他很快乐，好不好？他之前一个人都没人陪他，现在你看，我们陪你啊。好险奶奶没来，要不要更吵？好啦，反正今天呢，看这个应该很明显。荡秋千。没错，今天还可爱。秋千是吗？花式秋千。知道，他有一次为了接一团日本来台洽工的男客人，他居然要我们每天晚上都安排数字调通之旅。
但你本人是有做过空中瑜伽的吗？没有，完全没有，没有零瑜伽经验。因为我感觉好像瑜伽是一个延伸的感觉。对，我现在我都做的是那种特殊特殊。哎，那你这样子应该是会比较硬。好像是，因为我自从重训之后，然后我去给人家按摩，然后他就说，哦，你现在很硬哦，这样子，你现在很硬，对，很硬起来。可是可能是我没有认真做那种收操，对，其实没有拉收操哎，因为每次做完就想瘫在那边，还是要有一些延伸啊，延展拉一下这样。对，所以搞不好你今天做完之后，你就会跟健身教练 say goodbye， 然后转做瑜伽，比较好，感觉蛮有趣，尤其是空中瑜伽，是你做的东西好像又更多，然后瑜伽好漂亮哦，很美，然后很好拍照，很好 po 文，对，你看起来就是往美挂，你就对我今天就是很 po 文，就是美，以后演唱会他就是要这样下来，真的耶，会有演唱会。对，我也是筋很硬的人，就是我们是那种摸不到地板的人，所以我们只能怎样？你可以，你可以摸到地板吗？地板还行。你为什么要拉椅啦？就是不要拉椅中心。对，就是没有，他刚自己偷总说，哎，我也是筋硬挂，这样每次好不好？哎，真假的？完全没接触过瑜伽挂，就是没有拉伸挂。那没关系，我们今天有个筋开腰超软的，真的，真的，我们当然一定有老师啊，欢迎聂老师。我的身体之骨盆是有一点点斜，所以它有一个顺着这上来的。这有电子版本吗？因为会想要放大。没有电子版。哎，这有电子版可以一直放大。真的不要这样呢。好，没有电子版 ，sorry。那个粉丝买回家的人，来看一下看看喽，别的角度。然后这一本就是工具书哦，最新的吗？这是最新的，它里面有190几个动作。哇，值回票价哎。的初学者开始慢慢的练习，一直到这个状态。开始空中瑜伽最大的诉求，它其实需要你放松。如果说你越紧绷的话，可能因为空中瑜伽就是我超紧绷，情绪跟身体都不要太紧绷。因为空中瑜伽它是不稳定的，对，所以呢，它会训练我们身体的平衡感跟协调性。所以呢，只要你的身体足够稳定，然后足够放松。其实你基本上都可以放松坐在上面，站在上面。可是呢，你会需要使用到握力，还是有些筋力量、核心的力量。还有，因为在空余的步幔上，我们会做很多倒吊的动作，那那些动作就可以抵抗地心引力、反重力。因为空余又叫反重力瑜伽，就可以让我们紧实，该下垂的地方都紧实。那你想呢？一定要紧。你想会让掉什么地方？可以让它挺拔，不会往下垂。哦，那你就是要吊在上面，这里呀，这里呀，这里呀，会变比较紧实，紧实，肌耐力一定要紧。好吧，那既然这样子，我们还是迟早也开始，至少空中瑜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吧？是吧？是吧？你等一下练过，是不是就不喜欢？跟其他单元比，应该算喜欢的。对啊，如果跟重训比起来，我喜欢或是跟铁人三项我喜欢这个。知道步幔的高度适不适合你的身高跟身材，所以呢，我们的双手要这样子，用虎口放在步幔里面，然后把它打开来，差不多跟你肩膀一样宽之后，往下一压，它基本上不能低于你的骨盆，往下压，往下压，对，好像有，这就是非常好的高度。那量好我们的高度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来伸展了。先是腿部伸展，让我们手固定住步幔之后，你身体站好，站在这两个步的正下方，正下方，对，刚好在中间。对，这时候会比较稳定一点点，把你的左脚提起来，踩在我们的步幔上，就是你双手的中间。这儿好，擦擦。
踩好了之后，你的手可以往上抓，抓，往上抓。右脚要踩稳哦，右脚踩稳，完全的踩稳，对，让我们的身体是保持稳定的。然后呢，慢慢的把我们的左脚伸直，伸直，对，伸到直，伸到直，很好，很好，很好。脚开始慢慢往前，后面的脚开始慢慢的踮脚。我抓了，老师。Oh my god！ 老师会发抖是正常的吗？正常的。老师，我脚是太长了。来，正，挺胸，挺胸，手再往上抓，因为你比较高，手再稳定一点，稳定一些。来，下面的脚要踩稳，对，脚心向后，脚心向后，这样可以吗？哦，我觉得我了，加油，加油，快加油，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小心，稳定住，稳定住，稳定住，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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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加油，加油，稳定住，好，稳定住。你好可爱啊！我刚叫你，老师，我还站得回来吗？回来，老师，我怕可能他回不来了。稳定住，核心出力，稳定住，稳定住，把你的力量交给你的双手跟你前方的脚。哦，你的身体需要重心往前。往前好，下方脚膝盖弯。老师，我脚很前面。可以，很好。快过来，不要这边。对 ，OK， 非常好。哇，坐直坐下去的感觉。哎，悬空，我帮你准备开悬空，等悬空，悬空，加油，手抓紧，好，慢慢上来。再不要这么 man， 对，这样子。OK， 好，就停留在这里。手臂压在头的上方。对，我觉得我的腰酸被治愈了。尾椎再卷进去，对，很好，对，所以你的胸口也要打开来，就是紧绷的肩膀它也要舒展的。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慢慢往下，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吗？很好，很好，是不是？就是慢慢的往左边去，小心，下方的脚一定要稳稳的踩住了。胸口再往下就可以了。老师，老师，我是左右晃，是不是很像舞龙舞狮啊？跑掉了，所以你的手已经用力的丢出去了，这样很容易肩膀会随手摇弯的，要酸的话就，所以我才让他肩膀要往下沉，手肘弯，把它往上去，这样必须要臂力跟握力，这懂的握力还不行哎，难怪我打掌会打到哭。膝盖去找胸口，哎，你这个手是竖的吗？往上，它其实可以再稍微弯一点会更好。对，来，好翘，哎，蛮好的，直到前面，往上，有哎，有哎，但是在上步之前，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身体的位置。OK， 我们要把步难放在哪里？放在剑椎的位置。这里是腰部，然后这里是臀部，剑椎就在我们的腰跟臀部中间。哦，它呢这一节它是最稳定的位置。
这一节我们要把布幔卡在这个位置，卡，千万不要卡在腰，腰部的压力会太大，也不要卡在臀部。往后躺，往后躺。
担心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姐姐姐，你要去哪里？你看你要长腿叔叔，小时候看你小叔叔的黑粉丝，你看起来好可怕哦。手压好，手压尾，手压尾，然后往后躺，往后躺，手肘弯住，说你整个身体都是硬住的。你有笑吗？我有笑吗？美国的。我会拖住你，所以你放心。对，然后我脚慢慢放，然后你脚打开，这样子，这样这样，慢慢的，慢慢的。脚打开，奇怪的双人的，脚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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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脚开，手往，再往后，手往上，不可往上。好，又来了，又来了，没有，只有我脚板，你也很酸吧？
前面来，这样啊，稳住哦，这是对打直，这样对，对，是没错，对对对对，手肘往下，对，好，往后，双脚并拢，别双脚并拢，身体控制一点，姐，你控制一点。你刚刚还叫我们淋巴，你的淋巴了，你的没有啊？刚刚叫你，你刚刚叫多大声，请看回放。你好搞笑！看你就知道，你相信我。你先，那淋巴有问题的先生，你转个边，你等等。往下滑，滑到有这么夸张？对，对 ，OK， 往后，好，往后轻轻的躺，很松很松，脚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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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你的脚一直不想打开。好，膝盖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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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对，对，膝盖弯，就往上勾，直接手往上勾住，勾住，要勾住，直接往上，对，第三个姿势，再往上，再往上，对，脚往前，然后就要打开，目前都很顺利，很好，很好，脚打开。你的手肘放到前面来，虎口，虎口，虎口往下，没有，虎口往下，很好，很好，就这样，好，对，没错，然后脚并拢，很好，你们忍住，你们忍住，挺胸，脚往后，你有什么感觉？脚往后，不要问我问题，是不是很痛？OK 吗？来，胸口再往前摇。Don't ask me any question, OK？ 胸口往前，胸口一起朝上。胸口往前，胸口往前，胸口往前。来，他在我们的手拉，把我们的身体拉回去。很好吗？我是敬业的演员。来，手变正抓，正抓。对，然后臀部往后坐。哦。哎，坐回来，坐回来，臀部，臀部，再往后坐。好，慢慢再往下坐。手往上，等一下，让我缓缓 ，OK。哎，你很棒，谢谢大家。虎口朝前往下压，哎，我赌两千。往后躺的时候，干嘛啦？我钻石剑，往后躺的时候脚就打开。其实有一种内侧，这是剑椎吗？对，脚打开，他就把你的大腿内侧。脚打开，脚打开，哎呦，你有一种内侧。来，好，膝盖弯，膝盖弯，膝盖弯，很好，很好。勾住尾巴。勾步慢，对，手开始往上抓，头到头先走，头先走，头往上，要，对，对对对对对，你的肚子要收，肚子要收，再往上，对，他再往上，他应该卡了，没事，好，膝盖并拢起来，脚往前走，瘦的人也是会有神经跟淋巴的，很好很好，然后你的手呢，把手肘放到步慢前面来之后，虎口，虎口朝下，这样。对啊，没错。那我现在有没有放屁啊？那我先离你远一点，等你放完。来，我们是在要走礼貌，离开这个位置的。哎，我们这教室才几平，有点功德心，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样？大家如何？太棒了！好好好，我赌两千，我赌两千，没赌一万千。我还没说。手往上来嘛！哦，是不是？挺胸，挺胸，挺胸。我是仙女，我是。对，收进来，挺胸往前，有有有，很漂亮，很美，很美的，这个也蛮美的，对，很漂亮，很漂亮，胸口再往前送一点点，会更漂亮，哦，今天蛮美的，都要打开，打开，自己帮我拍张照，放一下，来吧，谢谢大家，加油，加油，
然后往后躺躺着去旁边，说刚不能回答任何问题。我去厕所一下。你们现在进房去报备。在旁边，进去后。没有，我冷静一点，我冷静一下。不不不，手往上抓。对，手往上抓，仰卧起坐起来，膝盖并拢进去，膝盖并拢。对，进去之后脚打开，很好，脚打开，很好，很好。手肘，手肘到，对，这样，虎口朝下，手肘在腹脉中间。OK， 脚并拢，手要抓一下，并且很好。然后身体、胸口都往前。我觉得他有点瘦呢，你不痛对不对？很好，很好，为什么不痛？小心痛，对。坐上去，然后脚漂亮的摆，他像我一直躺着，漂亮的摆，很好很好，演唱会巨星升起。我们向后的时候，你想象你的肩膀要往后躺在布上，你的手要像穿一件外套一样，把它穿起来，手抓住地板，对 ，OK， 你的脚现在膝盖弯要踩到布里面来，哦好，再踩，然后弄一个小口袋，对，有一个小口袋，好，我们现在肚子要收，肚子要收，把你的脚带着你的口袋去垂直地面，垂直地面，对。好，肚子再收，往后翻，翻，不用怕，往上翻，哇，抬手，肚子往下，不用怕，肚子往下，走，一只脚提起来，一只脚，一只脚松开来，对，很好，完成，你干嘛听话呀？要支撑住，脚踩，踩进来，太好笑了，你的手往上抓，抓稳，抓稳，抓稳。蝴蝶高度位，对，好，把你的左脚踩，把你的左脚给我踩到布里来 ，OK， 你的右手抓好你右边的布，嗯，然后腿开始慢慢往两边打开，身体往下降，对，身体往下降，右手抓稳，脚尖打开，脚尖跳开，轻松，用手好哦，左手就可以打开来了，然后背转正朝下。右手对着镜头在这样的，对对对，是美的啦，漂亮漂亮，是美的耶，哦，左脚提起来跨过这个布幔，把布幔放到你的大腿后面，双手一起抓，好，一下一下一下，很好很好，对 ，OK， 右脚跟我走，肩等等我，身体抓抓面向我们右脚，很好。你的身体要先倒到右边，把屁屁扶起来，这样，对，很好很好哈，把你的臀部吊出来，怎么吊下来？怎么吊下来？怎么吊下来？好，脚过来，脚过来，脚过来，对，对 ，OK， 再继续转，继续转，上去了，把整个身体都躺向这个腹内，这样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松开，对，松开，松开，松开。一只手往前飞出去，右手分别都可以，左手往后面，对，很好，漂亮，赶快帮他拍照，赶快帮他拍照，对，他会走就是美照，快帮他拍，当当仙女，我们的右脚膝盖弯，踩在布幔上，你要用你的足中踩稳，手往上抓，可是我刚做的时候手往上抓，对，往下一压，我们就站上去了，很好，很好，很好，身体转到左边去，左边在那一边，对，身体转向左边，崩溃了啦，老师核心要很用力，身体转向左边，然后左脚膝盖弯，左脚踩你身体前方的骨外八踩，然后往后坐，往后坐，再坐，再坐，再坐，我是手要松吗？手不松，手不松，先往下松，先背你的影响，脚要抬稳，然后你上面的手去抓你背后的布，好，脚要再往前踢直，踢直，踢直，
踢直踢直踢直，两只脚吗？踢直，先两只脚一起。好，左脚外八踩，然后我们的步慢要放到右边的肩膀来。右边的肩膀。对 ，OK， 卡住了，对不对？卡住了。把你的右脚放松一些些出来。对。就放松的，先出来一点。双手应该要抓紧，对不对？手抓紧，手要抓得很紧。对 ，OK， 右脚出来一些些。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尾椎卷，把你的腹部撑上去，再撑，再撑，用你的肩膀撑，再撑，再撑。好，你是我的右脚呢？右脚来勾上方的布，对，用膝盖勾，用膝盖勾，再往上撑，再勾，再勾，再勾。好，手再把它抓好，抓好，手抓好，胸口再往上一点。屁股再往上一点，肩膀会不会痛？对，挺胸，然后尾椎卷。好，你可以把一只手松开了。我看到都不敢呼吸。漂亮，小龙女。哇！天哪！我那个蝴蝶是练好，可以陪你去演小龙女。我去演神雕。我的是什么？情歌大师是人妖拍小龙女。天哪，我是蝙蝠。我是那个当水里的蝙蝠。我不能当吉祥。今天真的很开心啊，然后是米娅老师还出了第二本书，对，所以我要选出今天的优胜者，然后你还记得哎，记得这件事情吗？选的都是有这一套吗？所以下来看你有什么礼物吗？我会送上我的工具书。我会选。我可以选。老师要选谁？选谁啦？小龙女啊！怎么可能？因为小龙女真的就是最后那个挑战动作，是我们前面完全没有练习到的地方。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练习的比较多是熟悉部，我们没有练到屁沟的部分，从脚跨上去，然后小龙女的部分要用很多肩膀的力量。对，然后。这些力量把身体撑上去，对，然后又要有一些平衡，其实会要克服一些恐惧。对，真的谢谢老师啊。然后还有那个宇宙的那个戏，是再宣传一下，是华八的《废柴闯天关》，请大家一定要一直收看到杀青。好的。时间就是趁天气好，硬要叫我回来运动，对的。还下一个，你知道这里是哪里？淡水河吗？而且你看看现在时间，现在才早上9点，拜托。淡水河开场，我觉得不妙。要干嘛？因为后来，因为我先跟大家讲，我上次来淡水河做了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上次在那个河堤做了铁人三项的。我突然觉得肚子痛，对这个地方，你在这边有恐惧，有恐惧，没有什么好感。然后在那边，你知道，然后远处有一些船呐、有一些心生抗拒，我觉得不妥，不妥，不妥，不妥。可是应该是铁人三项，脚痛哦。啊，我的脚没有到，今天早餐是不是有一点问题？早餐，今天早餐好不好？有点问题，我们集体中毒了，真的。不要再演了。印象不好，印象不好。还是我 call 一下懒懒跟女神，叫他们来一下。还是我 call 一下啊，陈思雅。陈思雅，不要我。哎，思雅天开机要给啊，林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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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我升级给他们。林丹有我 call， 哎，不可以这样。林丹跟我一起天，对，我们三甲回忆的组合。他不会来，他不敢再下，不接通告。好了，不然我们来问问看，我们到底要干嘛？对啊。要挑战极限运动，极限运动，很极限的运动。哦，肚子多紧，多紧，要完成三个运动，这么紧，三个极限运动都要先练习啊，包含练习在里面。6个小时，那他的极限运动的极是内极的极，6个小时要做完内极，憋尿憋醉酒，对，然后到底谁憋尿憋醉酒？我傻眼，极限运动怎么可能6小时完？钢铁人哦，还要写，这一集我们就被研究室抓走。这三个人都要完成吗？不会，铁人三项都过了嘛。铁人三项要一个月训练，好不好？
76小时。哎，那我都交给林一杰了。没有没有，我们要把制作单拖下水。我们今天你们要有一个人陪我们一起。好，就大鲁了。我是制作单位。哇，你又升级了，你从主持群变成制作单位。太有人了呀，就大鲁了啦。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好，那既然这样子，五分钟到了，有没有看到？学区世代发，头发都放下来了，意气风发，感觉想要。好像已经准备好 ready 好了，是不是？当然 ，I'm ready。哎，换你，跟他拼了。什么事？太好大，你知道我们刚才在上面拍一张照片，然后你这样子，好紧身。你搞我！你好样，好像紧身的。好，那这样我们现在今天要来做什么？练习的话可以练，我们不练啊，这很极限呢，不要练，白痴，练习不是多一个痛的机会，不要练，脑袋有问题啊，拐我们，有时间，来，好，这里退拳吗？好，退拳，来，剪刀石头布，耶耶，我们俩都输了，你要扛一下吧，陈思雅，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一、二啊，对，轻轻算，四，不行，那个多想要往后滑。等一下，哎，我刚有四下吗？有四下。好的，加油，快不能到了。我们今天四点收工就靠你了。1 2 3 4 5 6 7 8 9 10可以，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好，我们现在真正要开始了，没有在开玩笑的，说什么？没有在开玩笑。其实我觉得跳绳可以接连着，比如说踢毽子啊，也是蛮不错的，对啊，打羽球啊，是很极限的运动。天气，我就说来这里就有鬼嘛，因为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干嘛，教练？好，我们接下来要体验的项目，我们叫快艇冲浪的运动。大家有玩过冲浪吗？有玩过冲浪？没有，有哎，我有哎，有玩过。我怕你啊。好，大家如果有去海边冲浪，像我们都要跑到乌石港啊，或是垦丁啊、台东才有办法冲浪。那现在我们在台北就可以进行冲浪。对，那如何进行冲浪呢？我们其实是用快艇去进行拖曳，然后船会造出跟海边一样的海浪，然后藉由船的浪把你推着往前跑，然后借此做一个冲浪的动作，然后可以先盘坐在这个瑜伽垫上。对。好，等一下呢，我手上这个它就是我们说的 handle， 所以我们是藉由一端是绑在快艇上面，另一端是你手拉着，对，所以我们是藉由快艇慢慢的把你拉出水面上做滑行的。OK， 那我们现在有三个动作我们要记得。好，我们先调整一下你的动作，你先把我脚现在打开一点点，对，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开一点点就好，再开一点。所以等一下呢，在水里面我们会穿着救生衣，会有点像躺在水面上的动作。好 ，OK， 所以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手一定要伸直。手千万不要去拉你的握把 ，OK， 因为你一拉你的握把的话，你的重心很容易就往后躺，就很容易跌到水里面。好 ，OK。第二个，当船给你一点点速度的时候呢，把你的胸口往前压，靠近你的大腿，很好，这个动作很好。第三个，把你的屁股往脚跟靠进来，蹲在板子上，很好。OK， 所以保持蹲着的动作，你就会滑行在水面上了，所以不用急着站起来。
OK， 好。然后你的眼睛要看着正前方，看着你要去的方向，不要去看水。好。OK， 这个动作 OK。好，我们再做个去下。哎，完了，我不太能蹲呢。好，那你知道你的惯用脚是左脚还是右脚吗？好，我不知道哎，应该是右脚。我是左右撇子。那我们站起来，我们做个简单的测试，好不好？我们整个站起来。对对对。左脚伸出来，左脚伸出来。真的是这样测试，真的是这样测试，真的是这样测试。外面测试。这是最接近实际的状况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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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再帮我坐回去。好像他，对，像他刚第一步踏出去是左脚，代表说他习惯用他的左脚去保持平衡。OK， 所以你等一下滑行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让你的左脚在前面控制你的方向。OK， 好，好，我们再复习一次哦。好，手伸直，眼睛看前面，很好。胸口往前，屁股往前，蹲在板子上。OK， 这时候呢？你已经滑行在水面上了，这时候我们要把你的握把往左边移一点点。OK， 身体不要动，握把不要动，好，眼睛看左边。OK，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重心会在左脚一点点，对不对？对。这时候慢慢的挺胸背打直，从全蹲到半蹲就好。对，慢慢蹲起来，蹲蹲蹲，你的核心要哇，对，很好，蹲到这个高度就好。好。这时候把你的左脚慢慢的推出来，让你的握把移到你的左边的腰，变成侧身的动作。对，慢慢移动，慢慢再移动，再移动，再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对，再蹲，这样蹲多一点没关系。对，很好。所以你最后的滑行动作呢，会是有点侧身的动作。好。OK。然后有办法滑行在水面上，我们就试着慢慢把你的右手放开，右手，对，很好。再让身体再侧多一点点。很好。这时候呢，如果你有办法一直维持在浪上的话呢，我就会叫你说把绳子放掉。OK。所以等一下就会试着让这个动作在水面上滑行。好，没有听懂哦。对，我们等一下如果最终的目标看可不可以放。所以脚要一直这样子哦。对。脚跟往下压，胸口往前，把板子立起来，胸口往前压，手抬高一点点，对，往前压一点点，胸口往前，对，蹲上板子，再往前一点点，对，蹲上，好，不要动了，不要动，不要动，好看右边，来，这是左边，对对对，好，都不要动哦，啊，好，放掉，好，放掉，放掉，放掉，很好啊，差一点点，你的动作差一点点了，差一点点啊，好，对，往前压，对，往前，往前，让板子立起来，胸口往前压。好，再来。OK， 很好，再来，蹲上板子。对，很好，蹲上来。OK， 很好，不要动，看右边了。好，蹲稳哦，然后慢慢的重心往。OK， 站起来，蹲，半蹲，半蹲，慢慢半蹲。好，胸背打直，胸背打直，很好，慢慢蹲起来了。蹲起来。蹲高一点，蹲高一点。有啊！哎呀，很好哦，还好吗？慢慢着急。感觉好像很难，我是只有玩这个游戏好像有点久哦。我的脚裤已经变成丁字裤了。我等一下会拍摄你丁字裤。我站起来，等一下就一条线这样。帮我打马赛克，我制作单位。好，准备哦。好，一样试着把脚跟往下压，胸口往前，让板子立起来。对，很好，很好哦。好，看右边。很好，蹲稳哦。对，不要太用力。好，慢慢挺胸背打直，慢慢的半蹲。很好，对，这个动作标准哦。好帅啊！很好，慢慢的再蹲高。谁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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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好像被你当成神，好，我们再来，你要讲话，你要再说。我试着跟我们的船上挥挥手，耶，棒。慢慢的往左边滑行出去。好，可以，好，可以看左边就好。好，不要动喽。好，然后慢慢的蹲起来。
中高一点点，很好，看左边，继续看左边，好，再试着中高一点点，很好，先维持住就好，好，每次再站高一点点没有关系，而且挺胸挺胸，很好哦，好，好，没事了，一样放开站右手看看，对，很好，站高一点点，站高一点点。好了，好，然后还是准备交，好，来走，站起，对，来走，来走，来走，不稳就蹲，不稳蹲，不稳蹲下来，对，很好，对，不稳就蹲下来，不稳蹲下来，对，稳的再慢慢上起来就好，很好哦，哎呀。吹又起来，你就很想生气，说我大腿超酸。好，等你等你。狂发抖大腿，可是很厉害哎。好，我们是压脚跟，把板子立起来，胸口往前靠。OK， 好，等一下，等一下。好，试着压脚跟，胸口往前。对，轻轻的就好，让板子有立起来就可以了。啊，等你等你。加油！好，试着胸口往前压，脚跟往下压，对，让哎很好，好，不要动，不要动了，先蹲稳。好，看左边。对，好，蹲稳哦。好 ，OK， 不要动了，不要动，挺胸，脚不要踩，脚不要踩，脚不要用力。好，很好，抬一点点哦。你要先让你的人啊，现在都太僵硬了，我们要在这里面最重要就是你要放轻松就好。你放弃人生。对，你就不要。放弃 AKB。好，一样试着把板子慢慢的立起来，手要伸直，对，很好，这个动作很好，胸口往前压一点点。OK， 一样，蹲稳，看左边。有哦，有哦。脚不要用力，脚不要踩，脚不可以踩。好，慢慢的蹲起来。对，挺胸，挺胸，背不要弯。好，试着再站高一点点。好，膝盖打开一点点。好 ，OK， 看左边，对，中稳就好，很好哦。好，不要动喽。好，中间用脚一点点，好，站高一点点，脚不要用力，站高一点点。很好，维持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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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维持。很好 ，OK， 维持，先维持，对，手记得都不可以弯，就维持的动作就好。很好，很好，先维持，先维持，对。啊，重点就是记得手不要弯就好。对，很好，不要动哦。我就受伤哦。对。OK， 好，好，试着双手抓着握把。哦，好，站高一点点。好，胸屁股往前推一点点，屁股有点翘太高了。啊，放掉。很好哦。OK， 好，维持不要动哦。好，维持住。好，要先试着慢慢的放开你的左手。对，好，试着把你的膝盖慢慢的跪下去。好，站回来，站高。哦，可以哦。好，试着站高一点。对，好，我们再。哎。哦，可以哦。我们是来这边，
放轻松的。第三个挑战啊，室内冲浪。这是现在全台湾第一家室内冲浪的俱乐部。第一家 ，Oh my god， 全台第一家 ，Number One。然后蛮好玩的，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我们这边二楼也还有一些健身的空间，跟我们也有自己的餐厅，所以在这边就是可以很悠闲的过一个下午。等一下教练教你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站起来。真的假的？那不用用到2个小时。是，哎呦，飞哥对我们很有自信耶，因为我们早上已经先累过了，我们很累，我们已经很累了。因为你们刚玩过滑水，所以它的用水性还在，对，用的肌肉群是差不多的。啊，那就是不行啊！我现在手也不举，脚也站不起来。对，他全身不举，不举。嗯，就是等一下让你举，等一下让你举。我们有2个帅哥教练。好，会举，会举起来，会举起来，会站起来。啊，好哦，那要去找教练，不想站起来。那趴着，两只手抓住。然后手肘靠着，左右的话就是这样抖，可以往右往前，上下。什么？他的表情真的很难猜测。
哎，我觉得真的要很专注，要很专注。可以，你可以，你好棒！表情太好笑了吧？快来看！我觉得过去那边很难呢，因为你那边没有水流，如果你一离开那个浪，你都抽不了。会怕，对，我会怕，我会怕。二三四，二三四。跳绳哎，跳绳也太痛苦了。对啦，因为有那个健康操，大概五分钟就完成了。可是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极限运动，可是其实都还蛮好玩的。挑战一些平常都没办法玩的，真的平常有办法玩，只是我们没有来玩，对，没有来玩。而且你会才会知道说，现在竟然有室内冲浪，很酷，不用晒太阳就可以玩冲浪，我觉得超方便的。然后我们还剩多久时间？我跟你说，时间来看。57分钟，哎，有余，提早了1小时啊！对呀、啊，我们以为就只是轻轻松松挑战一个跳绳，想说脚底按摩好，然后我们跑外景的人，脚底按摩很轻松，殊不知后面还有2项。好啦，那在这边今天挑战算大成功，下次还会去哪里呢？希望是轻松的地方哦，我们下次见，拜拜。简陋吗？我都要剪你们掉在桌上的米、欸。只是一个薯饼而已，薯饼很贵。对啊，哎，刚刚你怎么那么晚来？怎么那么晚来？你大晚来、啊，我有分配时间的。哎，那个被剪进，因为短发。哦，是啊，就是头发呀，我们会分头发。可以剪短一点。对，我也是晚来又短发，就是为了我是为了要睡晚一点才去剪。没有到啊，上次没有来说话，我也是可怜。你就会想说，我干嘛还跑去内湖再来一次？也是，但我来这边15分钟而已，很棒。我跑去内湖要半小时，也是啦。是，话都是你在说。你看那些摆了金光闪闪、哪吒的环，有没有？对对对，太夸张了，真的。我们今天是要玩拉圈呢，拉圈是不错。夜市的那种，那是套圈圈，不是呼啦圈。老师会教我，有会有老师，就是我，就是没有关系，停老师啊，老师啊，老师啊，老师进来，哇，老师，呼啦圈它其实不会很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个大家会用来减肥的一个小道具，对不对？它减肥真的有用吗？有，我们现在就是把呼啦圈，对，因为会让运动更多的小肌肉。没有人会这样摇呼啦圈，我是这样摇，这样摇，不一定要摇，不一定要摇，不要摇呼啦圈，摇什么？你那是不是在摇什么？反吗？哎，那就是像你这样摇呼啦圈。一样，对，我们现在就是来体验一个叫呼啦圈有氧，是一个非常新潮的运动。谢谢。有氧可以，呼啦圈可以，有氧可以先去掉吗？我们不要有氧，不要有氧，先不要有氧。好，我们前面会先带一段呼啦圈的有氧的暖身，我们把呼啦圈结合有氧运动。哎，那我先问一下，这里有人连呼啦圈都不会摇？正常呼啦圈？不会。确定？你刚摇的看起来不会，不是摇吗？有点久没有摇了。所以要用呼啦圈很美，所以不可以这样，哦，不行的。哎，这样摇久肚子会脱离吗？哦，不会，它会有摩托脂肪，会脱脂肪。对，因为我们一般的比较粗，对，我们因为一般的比较粗，所以它是比较重，然后就会靠着离心力去带动它。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比较轻，我可以拿。这个比较大的力气，对，要靠自己的气力去碰牙齿雕它，牙齿就这样，哎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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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氧？不会的，就把它当有氧。可是我们今天不是会加一些比较微微的？对，所以我们前面先带来一个大概10分钟的暖身，然后再让你们分组去练这个小品。好，所以老师你会示范几个动作，把它串起来。会，好。好，阵型已经摆好了。对，已经摆好了。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对不对？对。从哪里开始？我们先挑战一下大家的极限跟我们的位置。我们先从膝盖试试看。膝盖太难了吧？老师，我膝盖过两个洞。然后我膝盖之后，我们先挑战老师。Yeah.
暖身先结束了。好累，穿暖身脸部无法控制表情。对，大家已经发现，哎，好安静，已经笑不出来了，无法讲话，我就笑不出来。好累，而且这里没有冷气，而且没有空气。那我们呢是前面的暖身，然后我们等一下来学小品的动作。好。那我们先把我们的圈圈拿在右手，好，右手，右手，好，然后我们的右脚给它跨进去，跨进去，右手往你的左边一拨，拨，然后会打到左脚，没错。Oh my god！ 现在让你们体验一下这个力度，然后你一拨大力拨的同时，我们的左脚给它抬起来，所以一拨一抬，哇！小屁股，往左边跟着圈，跟着屁股的弧度，有感觉嘞，真的好，真的好，哈哈哈哈哈哈！不回来了，这样子啊，手心朝外，好，我们把它连起来试试看，走，一波一抬接，扭一个屁股，扭一个屁股，就把它往下。翻一圈，再往上翻回来，再往上翻回来，小心！哎，我刚刚把我自己鼻子射了，太矮了，对不对？用你的指尖去翻，手也手长也有关。不是你，好，我手长。不是你，来，你的脸是撇开的，怎么样都会打到哎。右指尖呢？上一圈，往上，对。哦，对，就回来了。开车，开车。哦，哎呀，这个快车好强啊！齐恒毅，我们要传送到那个空间了。齐恒毅，不能这样，不能这样。10万，短时间要练的，短时间有一点点难。哦，那我们不用太累了。我也这样而已。好棒啊！哎，好用的。哇！所以他是单手，他是这样子单手。哎，你好厉害！哇！你要不要加入舞步呀？有缺人吗？我也小心哦。你的反应。有戴安全帽吗？对啊，他有戴安全帽。OK， 其实它很轻，所以还好。够难。可以飘高一点，因为好，你比较有时间缓冲。好，飘高一点。接，接，接，接。啊！要往正向方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抛这么远啊？没事。哎呦，没事。可以，可以，可以。好，没问题，下一步。右，接下来可以先看我一下下。你的右手放掉之后，你的圈会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往下沉。把它甩起来。走一会。
没有黑白黑白我胜利，你们都死。哎，有有有四个，没有没有没有啦，黑白黑白我胜利，会有啊会有啦，黑白黑白我胜利，有啊有啊。我会在旁边帮你们加油。我也不会这个。1、2、3、4，我们才并，然后再一起再做两圈，两圈好，然后5、6、7、8，1、2、3、4、5、6，然后出去，7、8，对，7、8，7、8的时候，所以你应该是，你如果无法的话，你就没有，你是先这样跳绳哦，你是原本是这样跳绳，然后再跳一下。没有，不一定，不要为了这个，反正就最后要是有对对对有他的，1、2、3、4，5、6、7，8，这是做，这个是做挺难学的，然后男生就可以5、6、7、8，对，然后还是不，我觉得不可以吧，马上不要，我还是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站起来，然后我们丢，然后你全部帮我们接，噔噔，然后你就把它抓住，再跳一个，然后跳绳。然后，哎，为什么？这支舞的概念主要是以四牙为主角，我们有技术组，对，所以我们这支舞其实就叫四牙呼啦，好像呼啦，我们两个都陪衬的，四牙呼啦，四牙呼啦，毕竟那个身高太悬殊了，对，所以我们就是主要是四牙在控场的部分，对，而且因为我们身高悬殊，所以你说像前面。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就是可能因为呼啦圈关系，个子小就没有办法做。对，所以陈四牙呢，就主要是负责控场和一些炫技的部分。对，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他很多炫技。对，把我所有会的都拿出来用。对，就是炫技的部分。那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陪衬伴舞。台哥他在这个节目的，如果以歌厅秀来说，他就是吹台琴。我们在旁边，我们是那个B2 B2，对对。阿兔啦，讲错了，阿兔啦。对，所以我们这次主要是以陈四牙为一个概念，四牙呼啦，敬请期待，敬请期待了。我觉得我们不错，加油。
下一组的那个舞蹈，对，然后现在非常的紧张，是，这是我们第一次要挑战这个项目，对，然后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学完没多久，然后等一下就要验收了，没错。那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失败很多次，一直失败，而且我们一直打到自己，我们还没有完整成功过，超痛，然后就觉得就是做过程中很挫折，就是一直练习，然后就怎么一直失败，对。然后我们这次的舞蹈的理念是，就是一个刚离婚的女子，然后她牵着她被外遇啊，少讲了，对，对不起。就是我们她被老公，她被老公外遇，就是又生不出孩子。对，这次那个里面就是一个很悲伤、很悲伤的故事。然后她是一个结婚的女子，被老公外遇，生不出小孩，她生下两条狗，很可怜。对，然后那两条狗就被她牵出来，然后她就到这个她的公园，然后做了很多关卡，然后也健身，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重重关卡，然后一步一步往前，然后最后她终于就是顶天立地，然后成为一个当。就是独当一面的一个坚强女性，是一个在现代可以当做指标的 single lady， single lady。所以我们这次是真的筹备了非常久，然后我们就是也想很久，然后努力了很久，所以希望等一下的成果会是好的。这样，我们一起加个油，加油！好，来，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主观意见，排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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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我们手直接放出来啦。老师牵谁？这样吗？老师，我们这样手伸出来，然后把那只手举高，这样。好啊。那牵牵的是不是？对对对，没拉没牵。哎。对，那我们未来我们可能也会出一小片。